我是一个佚佗人，我是无法度予你有未来。啊，不过今日发生的代志，我是真心的。送你，我就是我一世人拢送袂出去。啊，不过我怎啊找到，有人会当挂一条。伊讲伊袂结婚呢，伊袂。老头，这届的敢不是你去要的？要让你小弟做我业绩的，啊？你是讲啥天啊？人讲拍好俩餐嘛是亲兄弟啦，天机的，你家己也是较细腻的。这盆的因小弟哦是地无啊，今早晚有一天哦，你会呼起来滴水啦你。请是我的，小狗，请是我捡回来，要关就关我。讲义气，我欣赏你。这么着在蔡姓一出人了，害你们定走派出所，拢在全班三十人两组队。咱拢是辛苦赚钱的歹命人，敢会当请你同情，莫收你管理费好无？好啦，啊，不过暂时的咯。你让一个小弟甲一个查某偏下开咧行，若要搁安怎落去，最后连家己啥物人都唔知影。哪有可能啦？我出生是什么款的人，哪有可能去用欺负？而且啊，从今以后我就无同款啦。小慧，你等我，真紧你就有好的志向过。为什么啊？你别问啊！你只要知影，我有一个看袂起我的人，一个一个付出代价。我出山，不是种强欺负的人。你哪来？我还了你。有够啊！莫搁啉啊！加啉寡，我较好睏啦。我知影你睏袂去，你敢明甲我讲，你咧烦恼啥物？是天气大，还是性子？拢有啦，一个是我角头的大兄。一个是我的亲兄弟，伊拢是为着我好，但一个是黑道，一个是白道，我是要听谁的？你不是爱我离开？讲我的道理，不是讲放就会用得放的。铁骑大对我的温情，
阮同齐打天下，我袂用去背义忘恩啊。但是即马拄到足袂爽。细汉的时阵，你会为着性质的争夺，甘愿去用乖。即摆做警察啦，你敢会用个嘛替伊想想一下？所以你就知影，我为什么要啉酒啊吼？阿姆，你要啉豆奶无？我有啉啊，你啉啦，来。妈咪，拄啊好来，你的衫拄做好，你穿看好看无？这素颜呢，拄啊好，拄啊好吼。啊，不过阿姆，我无介意这溜啊。无介意哦。嗯。妈咪，来，这个我溜啊吼，啊你找看，你介意倒一个？无呢，我拢无介意。无介意哦。嗯。哦，别紧。来，你去买新的礼物回来，阿姆甲你换过，哈。多谢阿姆。阿叔你哦。好。真够无啉你的物件。你若想要吃，我等煮你吃好无？你的物件袂歹。好啊，麦丽妈，麦搞坏，麦丽妈啦，麦，麦，啊，我去抱你去，你要救我姐，叫吧，阿姐。阿妹，你两个即摆在创啥？你搁骗我讲你无爱伊，原来你两个早就已经做伙啊！你已经是流氓的查某，我无想要看到你啊啦！喂，阿妹，阿妹，你好哩，阿妹，阿妹。这查某囝是安怎？阿姆，我要回去阮家住。啊，就伫遮住好好，啊，哪会要搬回去？我无想要住伫个遮，我也看到我无想要看到的代志。阿姆耶，有时阵。咱人生的路途，就好亲像咱穿衫伫个溜溜啊，无细腻吼，会去溜唔着溜啊。不管你是无想要看到啥物代志，不过你总是爱予人有机会，把迄溜啊偷开，搁再停溜，安尼就溜会顺啊，敢毋是？阿姆，你是毋是知影啥物代志？阿姆，知影你咧讲啥呢？我干那知影。我即马在甲你讲溜溜仔的代志啊，干妈呢？你知影啥物代志对无？阿姆当然知影，我知影这溜仔吼，都要阿姆甲你换过，安尼才较顺。阿无你坐一下啦，阿姆甲这溜仔换好，啊你穿新衫转去，好无？好啦。干妈啊！恁两姊妹啊吼，真是拢咧足乖，足捌代志的。阿姆哦，是足希望安尼，恁两个继续住喺阮厝。安尼，我著加两个查某囝，啊，假使我归来当继续信用，啊，你嘛会当。莫再听啊啦，啥我歪地啊，我歪去留伫恁家啊。阮阿姊把你当作阿母，不是我。阮阿母已经过身啊，伊
我做歹心的病医害死，我才袂原谅遐害死阿母的人诶！冠威，冠威诶！ 阿妹，你要去倒？阿妹，这甲你无关系，唔免你管。你是我的小妹，我哪会当无管你？就你甲这查甫人做伙，伊敢害死？咱就不是姊妹啊！你哪安尼讲啊？假使你阁要认我这个小妹，你就马上离开这查甫人，跟我走，离开这。 你还是唔肯走，现在你想要哪就安怎啦。从今嘛开始，咱就不是姊妹啊啦。我袂好啊，我无想要去看到你啊。你嘛不要紧，因为我拢找会到所在。刘美美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刘美美，先生，紧急用医啦，可肯伊转来。我知。 刘月梅，你也卡班的啦！你走啦，我就去看领导的啦。我是想抓到你啊啦！唔免你管啦，走啦！我不爱走啦，除非你甲我讲你要去倒。我等于我哪敢会用的？你确定你要一个人住？一个查某囡仔住，足危险的呢！啊，是不是伫阮家住了无舒适啊？那么我的房间留予你啊！ 这无遗憾，你这小姐吼，足歹伺候的啦。我甲你相处，我赢的，佮甲房间留予你，我对你足好，我是要安怎？你凭啥物讲你赢？恁遐还佮是一个老妹，根本就无改变啊！伊真紧就毋是啊，我相信阮阿兄。老妹话根本就袂用相信。阮阿兄无共，伊有我，还佮有恁阿姊啊，伊一定会做改变的啦。就亲像我讲的安尼，结果一定是好的。 我希望结果失败，恁那较上好，拿去关，莫阁跟我阿姊打高高电啊！阮阿姊本来人足好，就是因为拄着恁，才会变甲安尼。走啦！赤白白呢，好，我送你回去啦。 甚至阿公已经回去厝啊啦。回去就好啊，我才阁找时间去看。我真不知影有啥物代志会变甲安尼。敢讲爱一个人嘛毋对。无，你无毋对。 毋对是我，我若莫是老妹，恁小妹嘛袂反应遮尔大。其实是我不应该，明明是这种身份，佫要甲你做伙。我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有家庭的，我根本就不应该。好啊，你莫佫讲啊。 我足感恩的，恁阿公啦，我妹嘛讲我足戆的，啊，不过感情的代志，不是我会当控制。安尼，你会后悔无？
哦，大人啊，当你嘛好拜托一下，你安尼三更两更的，我来阮家，阮是要食啥？就是讲呢，你即马来遮，袂输你四亚市同款的，阮是要安怎食饭啊？恁若是做正东的生意，谁讲无饭通好食？正东的生意，吼，我再问一个，你是爱阮去打针啊，还是卖肉粽啊？迄天食会饱哦？我看安尼好啦，归去哦，你试我。谁啊？贵珠啊！你看伊啦，过来徛卫兵啊！蔡警官啊，清查某囡顶边就请过啊，你哪会过来？要来也是唔来，唔是你会当决定的啦。我做警察，我就一直来，一直来到恁无做乌的为止。哪会安尼？大家拢是家己人，是安怎要为难阮呢？谁甲你是家己人？我甲你阿兄的关系无共款啊。迄是个安怎？你安尼就是无爱互你阿兄面子咯。啥人的面子拢共款？我干那讲法律啊，伫我的目睭内哦，我不准有犯法的代志发生啦。你，我警告你，我甲恁家有分别的查某，永远无可能是家己人啦。上个胖子，我无。是安怎？以后食的粉面，我拢无爱啊。哎呦，啊你愈辛苦嘛，免愈到这么大力。愈较大力，才会当把这粉面洗清气。桂珠啊，你莫猜迄警察大人讲的话啦。我哪有可能无爱插伊？我要让伊知影。伊讲的拢唔对，我嘛要予伊知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变成伊的家己人。我等下，主菜。我把小狗救出来。但是铁器大，竟然无较欢喜。伊讲应该，替兄弟做代志是应该。你知伊佫甲我讲啥？伊讲我去予阮小弟佮查某人鼻仔牵咧行，伊愈来愈无熟悉我。我真个足气。迄个小狗，伊才捌甲我同齐关过，是伊予我知影拳头才是力量。是伊改变我的人生，伊一直拢甲我作对哦，总算变作我爱甲救出来。我看到迄个干神的笑面，我足硬足硬足硬足气的啦！我真正唔知影代志啥变甲安尼，我是老布的，风沙帮的大个呢。但是我怎么变作啥物，我家己都拢唔知影。阮小弟无谅解我，弟弟大对我袂爽。我想要照顾兄弟，搁想要同情市仔迄边有困难的人，我真正足烦、足烦、足烦、足烦的啦！我贵啊，你讲我应该要安怎？我应该安怎啊？我贵，啊你拢别讲话啦！我贵。贵主，你在这？你明明讲，你甲你外公无啥物，你将所有话拢看作是同款。啊，不过你拄则讲的话，明明就是甲家己的查某、家己的母才会讲的话，你要安怎甲我解释？我甲你讲过，迄是我的代志啦。不是，自从你用三轮车载我迄天开始，你的代志就变成我的代志。老婆，你还到你外公对无？
还阁将华玲送予伊，所以你爱伊，你要娶伊，对无？你问阿姐要从啥？我是安那梅艳问，我一再甲你表明我的心意，你无愿意接受我，还阁有一挂有诶无诶，你又欺骗我，结果咧，你毋是无要结婚，你是无愿意甲我结婚，对无？贵主，我从来唔捌答应过你什么。贵主亲，呀，给我回来！我不会，我不会了。你是我欧碧玲的人，我要带你回去，我袂阁让你留伫遮。贵主亲，主，你是创啥啦？我要创啥？我要将我的人带回去，安尼嘛袂用的。你即马是我的人。三个月要到啊？啊，未到。就算到，我嘛袂让你带走。老婆，你还为着这个查某跟我毙命？是你先跟我毙命的。你还没回来？贵主，你在送啥？阿贵啊，阿贵啊！阿贵，你看我今仔报料，你有介意无？你不是阿贵啊？是我，贵主啦。啊，你什么时阵来的？你提来给我改的衫，我拢改好啊，我来提。我不是来提衫，我是有代志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贵主，阿母。你莫听伊话，别讲啦。亲兄诶，来者是客，啊，你着听看人要讲啥。贵族小姐，啊，你要讲啥？你讲啊。其实我甲信雄已经发生关系，我是伊个人。你讲啥？我讲，我是伊个人。伊之前答应要娶我，不过即摆伊爱着别人，就放杀我。你是了，袂讲啥？敢无袂讲？我一直希望你会当娶我，不过你总是拒绝我。我若就是讲，你是因为无想要结婚，原来你是爱着别人。我敢无袂讲？敢无？你卖在这跟阮老母袂讲啦。你哪敢不信你？我就将你跟外国的身份都讲出来，一个流氓，一个探家查某，看你老母会当接受无？你的心，你变得这么凶硬？我真心爱一个人，敢有唔对？你安怎讲我？我拢不要紧。志豪，阿母，这贵族小姐讲伊跟你有关系，敢真实嘞？阿母，我其实阮……我问你是不是真实嘞？阿母，我无想要骗你，阿母。你哪会当做这落代志？你安尼敢对得起我贵啊？这下我就失望了。阿母，之前我一直是要甲你讲，不过姓侯一直甲我阻挡。阿母，姓侯若娶我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，甲你友好。贵族小姐，我头壳真痛，无法度阁招呼你，请你先回去。好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阿母，你给我说，赶快说。
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去面对。阿母。你要相信我，鬼主讲的拢不是真的啦。伊用咱的身份搞威胁，我要让我在阮阿母面头前讲出来。我一直叫是恁是朋友，啊，不过我唔知鬼主是对你，无怪伊为伊做遐侪代志。做遐侪拢无路用啦，我拢甲拒绝啦。敢是有我？不是啊，就算无你，我嘛无可能做伙的啦。恁之前敢真正无安怎？我家己真正拢无安怎啦。那无，为什么伊替你做这些代志？你也是无相信我？不是啦。我感觉足乱。好啦，莫阁乱了啦。你放心啦，我袂讲白菜，袂甲你骗啦。莫阁我白想啊，好无？行啦。我今晚来阁做领导，安尼敢无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哪个段应该？对主席还听吗？我无想要去做。这，啊！即卖连你也要离开，阿母真是足不甘的。阿母，你莫艰苦啦，我只是倒去看伊，放伊一人伫厝，我会烦恼。其实，我嘛知影，真正的原因，并不是安尼，对无？阿母真是敢那介意你，我是真是把你当作媳妇，像这样心里有伊，我想这种代志，阿母嘛无迄个面，强把你留落来，我规个。心痒啊，对不住你，阿母甲你分心嘞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就算你无愿做我的媳妇，你赶快来当做我的查某囝啊！你莫以为安尼做拢无会插阿母，你都要赶紧转来，转来陪阿母开工好无？阿母，你伫我当作是亲生的查某囝同款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转来看你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阿母，我来啊！
你家己身体都爱保重。贵主的代志解决，我就过来接你了。感情才会当解决。你不相信我？阿贵，你放心啦，这个世间无我蔡新雄做袂到的代志，我一定会解决的，真紧。你先回去，那无我门开就不好。嗯，好啦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就过来看你啦。我是一个佚佗人，我是无法度予你有未来。不过今日发生的代志，我是真心的。不过咱无法度发展落去，其实是我不应该。明明是这种身份，佮要佮你做伙，我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有家庭，我根本就不应该。好啊，你莫佮讲啊。我就甘愿无代无志，要请我食物件。啊，你即马一个人住啊？你即个面看起来吼，无啥会晓煮饭。我听人讲，这包仔介好食，我着专工翕来互你食。哼，管哪加小金，讲，你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我哦，真正是好心去互你金啦。我对你才好，啊，你安尼讲我？哼，想叫你含蔡信雄是兄弟。我也无法度选择我要爱的兄弟姊妹啊，就亲像你甲你阿姊同款啊。哎，卖提起阮阿姊好无？哎，刘美，啊，你即马一个人住伫外口，
拢袂惊危险嘛。我若是住伫恁家哦，这是真正危险。我甲你讲，我即马一个人哦，过了足好诶。至少吼，我免去看到无想要看到诶代志。嘛是啦，无亲像我，逐工去面对一大堆无想要看到诶代志。你是安怎样？我感觉足为难的，有真侪真侪代志，我拢足为难。阮阿母、阮阿兄，还佮我即摆的头路，人生真正毋是简单两三句话就会当解释清楚。人生佫较歹过吼，日子嘛是爱过，嗯。吃饱啊！吃较细出来，等下过着，伫遮无人救你哦。阿母，我甲外鬼送回去啦。你是安怎啦？你感觉会烦恼我是安怎？我真是想袂了呢，是安怎你跟迄个贵族会有搭档？你哪能做这种代志？阿母，一挂代志你并不了解啦。对啦，你就是拢想讲我目睭看袂清楚啊，什么代志拢袂了解，所以你有什么代志拢唔去跟我讲？阿母，啊，都无什么代志啦。那真是无什么代志。是安怎？你含信子定咧冤家，是安怎？月桂两姊妹也嘛定咧冤家，是安怎？贵族会搁来咱厝？是安怎？月桂会用逼甲离开家？阿母，你真正想伤济啊啦！咁真实是我想伤济。是了，你目睭内若真实还佮有阿母，你老实甲我讲，这几年你到底是咧做啥？啊！是安怎这么单纯的月桂啊？你留伊留袂掉。你姊妹啊离开家，搁煞落来嘞，是不是连你甲信子两兄弟啊拢要离开家？是不是？袂啦，阿母，你莫这激动啦，袂啦。你莫安尼想啦。我常听恁在冤家，我都明去知影讲有代志发生。啊！不过我会当安怎？我什么都袂当做。恁爸这么早就离开我，可是恁兄弟若是有什么事较差，阿母真是袂甘的，你知影无？我规个这个查某囡仔，我阿母疼入死，我才会欢喜讲。我规个会当陪伴你照顾你，我就会当较安心。是了，你阵做无要替你想，你嘛爱为你家己设想。即摆有规个离开你，你将来是要安怎？谁要陪伴你照顾你？你谁要让我母较安心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是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安怎啊？我送你来病，我送你来病。阿母，我送你来病去。不，我袂去病。你袂激动啦。我袂看到你，我袂看到你。你躲开，阿母，阿母。店主爱较注意，听到无啦？知啦，你今仔就啰嗦呢。阮家电话哪会开嘞？敢会是你出门的时阵未记关？哪有可能啊？我出门的时候是二时呢。敢会是贼啊？
更加无可能。阮兜送到庙过掠起来，哪有可能着贼偷啦？啊，是爱较注意的啦。你踮我后壁，咱看卖。啥？天掉财啦！阿姊，你毋是去娶家，哪会去转来啊？我烦恼你啊！外国姐啊，啊，你哪会搬转来啊？阮阿兄敢无讲啥？哎呦，上次来恁阿兄讲啥？阮阿姐转来上好啦，就暗暝你紧转去啊！也毋过我，莫阁也毋过，紧走，走啦！阿姊，啊，你向阳走转来是发生啥物代志哦？啊，是毋是蔡信雄要帮你煞？啊，是伊欺负你？无啦，伊无欺负我啦。你安尼看起来明明就有代志，我去问伊。王伟，莫去啊！你莫问啦，你予我伫船顶一几工好无？我莫阁提起伊个代志。好啦，莫问就莫问，你回来就好啊。阿母一定是你伫天顶有保庇，阿姊伊总算清醒，无要甲迄个流氓做伙啊。我想要饮啦。阿母，你来过来。我有讲过，我会常常来看阿母，好加友好。我几日？伊已经离开阮厝啊，这敢是你所希望？阿母，你误会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阿母，我想出来。阿母，这个你无啥营养，我有带一寡补品给你，你都要好好调养你的身体。信雄足关心你的。其实你根本就无需要专工来这甲我讲这好听话。既然阮信雄甲你做伙，你放心，我会叫伊对你负责任。多谢阿母。就是这样。啥？这张是奥特 K。哦，那真正是奥特 K 嘞！你干这厉害啊？对对。同学啊，你来啊！我来变魔术，大家看啦！你不来算计无？这什么时阵变作你的地盘？老婆，小高今麦已经是咱黄爪王的人。铁器大个，决定要收伊。对啊，铁器大吼，佮亲身带伊去庙内底救庄呢。是啦，铁器大个真照顾啦。以后伫遮，嘛爱请各位大兄多多指教。同学啊，以后嘛爱请你多多照顾。老婆，铁器大个即马真介意小狗，你无伊就必要得死。拜小都会着，人情留一线，你也好小看。人情是留给人，不是留给狗。老婆啊，你身体哪条爱打硬啦？今仔个无啥代志嘛吼，那无代志，我来走。哎，老婆，你伫咧创啥？无啦。啊，我是想讲吼，想讲，我知啦，恁妈三即摆咧宏观，
蚵仔寮的人想要来考考阮红沙帮是？好啦，我请恁两个。别麻烦啦，我阁有法度做，不要紧啦，后边这嘛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啊，无咯，你安尼脚尖手油吼，啊，这工课阵做要做，嘛是阮月桂也来做啊。啊，我煞袂记得，阮月桂啊已经搬离开这，歹势啦。不要紧，我这个人吼，啊，都较歹记住啦。啊，定吼，迄重要的代志哦，拢会袂记的。好呀，较等下吼，会记得煮信用上爱食的空肉吼，月桂啊。哦，真是歹记忆呢，又搁叫唔对啊。啊，你讲你号做桂珠？对啦，桂珠小姐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后摆你若是搁要来阮厝，上好是身躯顶莫搁有粉味。昏迷，我阮娶家，毋是啥物名门的家庭。啊，毋过若想要入阮娶家的门，就爱亲像阮月桂安尼，无昏迷。是在色的呢吼，哎，你打转来，搁要出去哦、喔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要去做一个解决。送你好不好？你做的啦、我是做好算的尔啦，嘛唔捌想讲要送人。我计是我一世人拢送袂出去，啊！不过我怎啊找到，有人会当挂这条，送你。需要什么理由？桂珠姐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伤害伊啦！你伤害无啦？你想喊阿姊田无到水无流，永远拢嘛有关系。你紧走啦，阮都无欢迎你。我妹，妈呢？真闹热嘛？桂珠姐，你哪会来？你是不是要搞错的？桂珠，我桂龙已经搬回来。你莫找伊麻烦。
我不是来找麻烦，我是来送礼物。你这是从啥？未成的客哟，我要献给你外贵。就好了，阿姊，你当得到自由啊！袂用我，要提早会用的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我爱你离开这，永远袂当干那不见面，一世人拢袂用的。永远袂当甲伊见面。你是伫变啥物？这是什么条件？只要你答应，未成的客户都幸福你啊！好啊，离开就离开，那有啥物要紧啊？阿姊，咱应该离开这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不过啥物？这是你得到自由唯一的机会呢。要离开这，我也不甘啊，嗯啊。骗笑，我看你是不甘老母吧？讲，要答应无？贵主，你啥物安尼甲骗？这条是我行，客户给我。无可能，啥物人会当甲小心？干那你袂用？你好啊，我看你两个感情遐尼深。今麦连未成的客户都无法度甲你拆散，看你两个要逍遥到啥物时阵？蔡信雄，刘万贵，我会予恁后悔，永永远远后悔。贵主，你甲代志讲好清楚啊！你莫走。阿姊，这是因的代志，让因家去处理，你莫再难掺落去啊！你哪会这么戆呢？你有着一个查甫人，连你爸姓的客户你拢会当歪滴，你到底在想啥？是啊，我哪会这么戆？这么戆？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我要让恁阿母知影你甲外国的代志。在伊心目中的后生，甲未来媳妇是甚么款人？你敢？我是安怎唔敢？放手，放开啊！是安怎？是搁在玩啥？阿母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伊是一个大流氓。付出代价。阿母，你讲到底是安怎？你小查某讲话，莫插伊啦。你上好是无甲我骗。阿母，我袂甲你骗啦。无代志啦。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卖完了。阿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毋是听着我甲新娘决定？决定啥？你要甲伊做伙哦？你是起痟啊，是无？你明明就有讲过。你无佮意，你袂佮意做伙啊！我袂让你做老母的查某，王梅，你莫管我，放松下啦，放弃，你莫管我，你莫管我！王梅，是嘞，阿姊毋是故意，你安怎无？我
我怕你，啊，不过我袂后悔，因为我生你这个嘴巴，不是替我自己怕，我是替咱阿母怕，替咱死去阿母怕的。你自己跟阿母讲。讲你要去做流氓的查某，你讲啊！我妹，你妈安尼啦？阿母，你敢知影？迄个老母是一个大流氓，伊收管理费，欺负善良的百姓，伊不知道有啥物办法，把这个事拢卖去啊！你伫个天顶，敢会当保庇我，帮助阿姊，让伊较早看清咱老母的真面目？阿母，老母本来是一个好学生，你是为着伊个小弟才牺牲去做流氓，你是啥物款人？我相信你比我较清楚。阿母伫个天顶就是知影，一定嘛会支持我。阻止你甲老妈做伙，我妹，老母的本性袂歹，我有信心会当回脱你黑社会。你有啥物信心？你有啥物把握？难道这么酸，这么艰苦，你为着要让我读书，做着无毕业，就出去赚钱，你为着要阿母治病，跟家己袂调。世间上上好的阿姊，你对我的温情，我一世人都还不完。阿姊，你对我走好无？咱离开这重新开始生活好无？阿姊，我求你，阿姊。阿姊，我求你啦！我妹，我袂用离开。你给我一点仔时间好不好？我一定会改变信用，让伊重新做人。我妹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即马才知影，我心内底的感受。你若真正爱阿姊，你莫阻止我，祝福我好无？祝福我。因为太过爱你，这个祝福我
我无法度给你。贵主子啊，你交代的代志，我都办好啊。提起，手术都有通知无？有。这件代志绝对袂当让人知。是，行。诺布，你莫怪我。是你逼我的，王梅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不满的，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是我这种人让你这么讨厌，这么看不起，我都接受了。但我跟你说，我对你的事是真心的。我一直想说，我这种切头人是不可以有什么牵挂，为着恁阿姊，我一定要改变。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无。我阿姊不是不知道你是老母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想无，伊是安怎样为着你，无讲伊找对你走。知道你在哪裡，已經回去你們家了。不管我說什麼，做什麼，還是沒辦法阻止，你真厲害，你贏。什麼是輸，什麼是贏，我是不知道，但你聽好，我绝对不让恁阿姊受伤害。信用甲贵珠哦，真是无安怎，安尼我就安心啊。几下咧？嗯，啊，你不是去接伊？无接到人哦。啊？因小妹讲伊先回来啊呢。哟，新娘诶，你还未去接伊？啊，我几下都家己先行的，安尼就表示我几下已经原谅你啊。可能啊。奇怪，啊，你比我先走，哪还未到？人迄查某囡仔人哦，行路较慢啊。新娘啊，这边我几下若搁回来咱厝。啊！你都要好好疼小人，爱爸无，唔通搁会走去啊，知无？嗯，我搁戆戆知影，紧去半路啊，食伊啊，紧去，去啦。哦，好啦。邱师傅，走啦，走啦，免走啦，我今仔心情爽，我你进步。我下课见，等一下。
我是觉得对啊，唔对啊？你这靠这当生的人，今来这空来，两个免走。这你就唔知咯，因为我今日吼要来做新郎。嗯？做什么新郎？天机不可老泄。喊老大来，到我家啊。新郎，新郎。贵主子啊。这查某是谁？是我有美玲的人。你敢若为伊好好，这个查某，我给你开菜。哎，你这电脑不错。哦哦。讲这句话吼，敢若拢无因老母会使你讲尔。这口气，你敢真正安尼要甲吞落？我就算想要替你出一口气。你当做我拢已经做啊，还是我着做酒阿姊，嫁予恁阿兄，我只好离开遮。我想讲，咱两个。咱两个安怎？咱两个无共啊。曾家水水去参加伊的婚礼，安尼唔才有贵族子的风度，还佫有气魄。老布，我贵，恭喜你。老布，你来着？你谁啦？我贵，我贵恭喜阿去啊！爸爸，啥物啊啦？要死无义啦！你怕啥？啥人好在开车？无水准！小查某，行！你若是甲我讲，这几年你伫外头到底是咧卖啥？你敢知恁蔡信雄是安怎地话？我甲你讲，今仔下暗新郎我要上车。Oh, God.